王鹤棣名字是奶奶取的。你名字谁给你起的？我奶奶，就可能鹤腿长吧。腿长的寓意达到了。就是太难写了啊！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都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考试的时候写试卷上面的名字，我只写一个王字，然后后面都写拼音。